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相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宝音师、净传师、本贤师、怪莲六代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咱顶节有小法讲到天眼通啊，甲相命通、心足通呢，嘛有小法讲到啊。这心足通啊，包括三款，包括三款啊。第一种就是讲，会变现不思议的境界，这款通力啊，这款通力啊，嘛就是一种心足通的一种，叫做心经通，心经通啊，变现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这境界给你变现，可以讲这。变作透明的咯，或者讲啊，有些往来自在之通的，啊，即咱所讲就心足通，啊，要来大来来去去真自在，啊，变飞咧就过，啊，当晴天变多山大海，飞咧就过，无所障碍，通达无碍。啊，过来自心啊，得啊，自心得变现自在之通的啊，这个的心的意义通，他的辛苦啊，爱变现自在通的，可以讲啊，以何心得到，即现何心就为说法，像观世音三字句用心啊。那你会做千百亿化身啊？这款呢，拢啊啊，属于心足通来的种啊。所以这心足通啊，是干那只讲要来多一心就够位，唔是干那只安呢啊？这堂墙地边背来的鬼，嘛唔是干那只安呢？范围真宽。咱啊，这款通达啊，一定要配合六尽通。第六心通啊，这六尽通啊，咱要得到六尽通啊，以外这五通才叫做心通，啊无啊，拢是叫做业通。所以大家爱了解啊，鬼买杯，这鬼啊，这表杯嘛是鬼。天人嘛，同款的背；天人啊，同款这背背的嘛过来。那会了生死哦，未了生死。所以想要未了生死，伊无断见思血，无断见思血就无六尽通，干那头前是五通，即、這个叫做业通啊。所以咱一个人学佛，一定要有正知见，莫求神通。绝对无求神通啊！昨我昨我甲恁讲啊，讲个《楞严经》啊，啊，四大轮回，啊，甲讲个五十阴魔，昨有小话讲过啊。所以啊，佛祖禁止咱讲神通。当那个菩萨的时阵啊，佛菩萨会使显神通度众生。但是呢，过去卡你都无看啊！佮要观世菩萨啊来讲医病哦，过去卡你都看袂到去啊。那咱现在虽然是品性无断啊，薄地凡夫啊，咱薄地凡夫呢，咱念阿弥陀佛，去到极乐世界呢，
经验咱这心觉通啊，真殊胜的心觉通，啊个呢，真自在，亲像我，地高观，心啊心觉无碍观，是我得佛各种天人不得心觉，以一念勤，下至不能。超过八千亿，那由他祝福高者不去见噶。啊，伊讲假使我那生活，啊，我各种的人，啊，那无第一念间，一念起就讲一念，啊，最起码很多，那嘛，那一念那无超过八千亿，那由他祝福高者，伊就不爱去见噶。你就不爱生活，啊！所以咱去给了世界人一念间，咱都发到超越八千亿，哪有他祝福过？他都要写一个数字给大家啊！百度猜个一几滴，几滴几滴叫二一多，二一多二一多啊，叫做哪有他啊？他写的黑板给你看，十倍二十八个银行啊，十倍二十八个银行啊！这个就哪有他？啊，我这哪有他？八千亿，都十个四十一个银行啊！啊，十个四十一个银行啊！咱去个几多世界？最起码的心足通，安尼想一个一念间尔，超过这济一户的国土。啊，八千亿哪有他佛的国土？啊，他都要给大家解释啊。干那咱这个国土，干咱这个三婆世界，咱三婆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用光的照的速度，一跟地球七点半安尼照的速度。爱走啊，久爱走六十万光年，光加紧的速度，地球七点半的速度，安尼干那咱这个银河，干那咱这里呢，安尼竟然爱走六十万光年，啊！啊，这摆科学家发到发明的讲，隔光变紧的，互咱照也无法到，啊！喷射机是超音速，无的超光速。假设人发明个超光速个，卖讲超个光变紧，譬如讲我定个去奥地利哦，坐十七点钟个飞机。假使然后一个科学家发明个甲光变紧个，啊，互咱坐，啊，咱个爬去坐，去到奥地利也免一秒钟，一秒钟地球七点半，奥地利也无也无也无几粒地球啊，唔免一秒钟就到位啊。啊，足省事的，但是我倒无可能啦。我讲，就是有可能发明个更变紧的，阿比有咱为这个为这个三婆世界，我倒飞无，无我倒飞。六十万光年，咱人家是百岁尔，坐一四万年就死去啦。一百岁跟六十万年的差足济呢。啊，但是。咱去个阿弥陀遐，我一念间我都去外个世界，我都去八千亿那犹太遐济银河去，咱拢去个到。一念间，哦，你若想到遮，你有够欢喜个。我你讲实在，啊，爱佚佗个人来遐叫他佚佗，啊，来由十方诸佛个国土，由诸佛国。得自在国，还未出车祸，还未空难，叫做自在啦。啊，即摆坐车惊出车祸，坐飞机惊空难。我坐伫个飞机顶坐十七点钟，即摆撞到个气流较歹，个飞机会爽。我看飞机是足长个，你看咱坐内底小可爽个飞机是爽足大，那去爽长伊就连落来，你讲空难。哎，上等的不是别上等的，
伊啊，咱啊用这神通自在，绝对袂有你出空难啊！嘛啊啊嘛，互你袂出车祸的啊！阿弥陀经内底嘛安尼讲，人都只伫遐想啊！阿弥陀经，伊讲其他众生啊，像一千但国于一个形状妙花啊。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即以十时幻度本国幻十经行。阿弥陀经内底有即几句话啊，即句话，即几句话咧，甲咱讲啥？伊讲其他众生咧，讲极乐世界遐尼个众生哦，啊，咱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众生啊，啊，相依清淡，思想是下早遐时哦，啊，透早哦，啊。各位意见，哎，大家哦，这意见啊，像咱这三句啦，还是讲这地花物件，或者意见哦，啊，圣众妙法，啊，极乐世界，五天满足如花，极乐世界未如花，但是会如花，极乐世界落的花真水，啊，那花在这个时间到就如花，啊，就。有的时间就无去，每个一时间就搁如花，啊！啊，叫做世界众生哦，啊，一扎子哦，啊，开这款这真美妙的花哦，供养十万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啊，唔是供养一尊佛咯，十万亿佛啦，就是十万亿个国土哦，我到去十万亿国土供养十万尊的佛祖。啊！啊！你开会啊，上无嘛啊，一万亿类啊，啊，十万亿类唔才有法度供养十万亿个佛啊！啊！啊！咱去个呀，哎，咱就是有这能力爱我智慧啊！所以讲呢，爱我这物件，咱去给到世界就有我这物件了。这个佛呀，是做一种代表啊！咱去给到世界哦，哈、啊！要爱偌济宝贝，偌济珠宝，偌济供养物件来供养十方诸佛，去到遐拢有法度啊！所以真不可思议。啊，偌久的时间啊，各依清淡哦，是一张是啊啊，而且再会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这个意思是翻到本国去十万亿的国土。供养十万尊的佛祖，啊，啊，等爱食下早时饭，等爱食下早时饭，啊，凡食经营就把咱的经，咱啊绕好啊，啊，我咱打火机就把侬绕好有哦，哎，迄叫做凡食经营，啊，所以讲，得透早起开。供养十万亿个佛，等下食饭经营，安尼要个呼呼呼，哈哈，安尼是不是一点间伊呀？就发到去，逼请伊拿犹他祝福国，啊，啊，这十万亿当然是一时啊，尔一点间就发到又逼请伊拿犹他祝福国啊，何况讲是十万亿。啊，这个佛国啊，都在讲过，这个银河系叫做这个佛国，叫做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啊，这个银河跟这个银河系啊，不是小组会离这么远，啊，啊，离这么远哦，啊，安尼，咱一点感动中，我都去透透。所以你一个心嘅，你就感觉讲足美妙嘅，啊！所以讲嘅彻悟大师就安尼讲，讲咱生去极乐世界，等于生去十方世界；看到阿弥陀，等于呀看到十方诸佛，啊！所以这话到一念间，
啊，去遐一世间，一念间供养到遐一佛，啊，所以念这条佛确实真微妙。初悟大师来讲，讲咱信愿行具足来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当咱念佛时，即见佛时，即成佛时，啊，当咱求愿往生时呀，当咱求愿时，即往生时，即道生时。求愿时，即往生时，即道生时。当咱念佛时，即见佛时，即成佛时。啊，这真不可思议的名的理论咯。当咱念佛的时，就是见佛做的事，也就是成佛的事。当咱求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时，啊，即是。啊，求愿时就是往生时，就是道生时。所以这款名称叫理论啊，你一定要去研究才造出来啊。因为咱这念心啊，毕竟是遍满清净，遍满一切所在。咱就是因为执着，咱因为执着啊。转牛角尖啊，咱就转未出来，咱就转未出来啊！咱拢接着咱生活这个空间呢啊！咱一般的人啊，接咱这个家庭，接咱这间老屋厝，因为这间老厝是咱生活的空间，想讲这间老厝就是咱的啊，咱的家庭关系就是咱的。啊，这叫做执心细细啊！你啊，其实咱这个心啊，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片满片满，清净清净啊！真正人要来我加持人，我叫伊念阿弥陀，我讲要安怎念来哦？啊，恁来信我，信我安怎念阿弥陀佛咯？后来咱的心抛开哦，打开咱，叫啥？啊，心胸打开咱的什么门？什么门窗啊？啊，迄个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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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技师啊？做一本册是吧？啊，咱的心胸你要打开，要哪打开？你个心看卖就知。哦，我来个加油。哦，咱的心就连起来就多。啊，咱的心啊，像江河宽这大；咱的心像台湾这大；啊，咱的心像地球这大。你个心越大就越大哦。啊，咱的心像虚空这大；啊，咱的心比虚空还大。心包太虚两洲三界。啊，空生大觉庄主海，偶发有漏为成果，这一空所生。啊，这虚空都在对咱这点心生出来，这点心。虚空若要跟这点心比，啊，咱的心从大海，虚空从大海内底一粒泡泡，一切国土拢无离开这虚空，啊，迷妄叫虚空啊，啊，虚空叫立世界啊，想登叫成佛国，诸劫乃众生，迷妄有虚空，虚空立世界，想登成佛国，诸劫乃众生。啊，所以这虚空啊，真正啊，是咱迷妄叫这虚空的。所以这虚空你看一看，那么跟咱的心比成一粒泡泡。所以咱的心真正就快哦，咱无去追求，唔知影哦。所以即摆讲了后，咱的心想快去的时阵，咱越愈快了，越愈无执着，叫做心量，心量。啊，咱普通俗语有一句话，你讲讲修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啊，咱来去讲祝福，来去讲祝福。这人啊，生日咱去个祝福，生日祝福是哪？啊，所以讲阮师父生日，我用奖金来面顶红纸落面咧讲啥？
工作，哈，工作舒服哦，手臂南山河里东海，哈哈，啊，那寿命啊，比山比较久哦，较长哦，哎，腹部啊，比海较大，啊。但是咱一般的人唔知，咱的心都是这大，拢叫是咱的心。哎呀，人讲暗地追鸡啊，哎，正地追鸡啊，看起天空就是输啊，尔又唔知外靠天空真宽哦。我不是咧比如啊，啊，咱啊食老人茶杯啊，哎那茶十 CC 就是十 CC 尔，啊，你个茶十一 CC 一 CC 都老掉去。较大个地杯哦，得了一百 CC 哦。啊，你若得一百空二 CC， 一 CC 嘛流掉去。啊，你若搁较大个哦，得了一千 CC 哦，得了一千空二 CC， 嘛是照常流掉的。啊，若较大个得一万 CC 哦，搁较大个，搁大大个像海遐大，伊若像海遐大，无量无边哦，大河小江。直接个按水拢个流入海底落哟，啊海甜无？未甜哦，啊！所以这个可比可比咱的心量，咱的量那像迄老人茶茶杯安尼哦，啊，咱的心量足个哦，那咱心量个福报都少，可以讲一丝丝都一万块，啊，你的心量都像迄老人茶杯啊，茶十丝丝尔，啊，你都是中十万块尔。你若中十一万哦，啊，一万块不是判给你，是破病去开去哦。啊，意思啊，就是讲你得十四次，得十一次就老掉去了啦。啊，所以咱在咱的心量宽，就是有较好的好处。你想不是个想要宽去，咱就袂执着，袂跟人计较，袂跟人斤斤计较。你就生真济的烦恼啊！所以讲，希望世界虽然只看不出咱这点心，所以咱个给了世界人正着咱这点心啊，未来多一心就到位，心就到，哈、啊！所以讲啊，这款叫真正的心通。所以有个人会怀疑，有这点干。哈、啊，最起码很多我都去八千亿，哪有他祝福国？啊，都在讲过，像那写的奥巴马的，十个四十亿的银行啊，遐济富的世界，啊，有个人无爱信啊，起码美国发明个哈巴望远镜，这个照哦，咱这世界，咱这银行一边。发现到三十五个银河系，啊，啊，一个银河系啊，用佛教的名词讲叫做三千大千世界。但是呢，虽然是发现到，唔知影名称，嘛唔知多一尊佛的观觉，但咱佛祖无量的智慧，伊拢总知影，啊，所以啊，这款呢叫做心足通，叫做心足通，啊，咱去啊见到世界，咱就有这款。啊，心足的通达，未来大生意就到位。啊，过来呢，咱讲过几样通啊，心足通、宿命通、天眼通，对不？啊，咱若讲天女通，天女通啊，因为六心通啊，因为是心通种啊，啊。虽然这字的啊是有祝福国啊，等于就是心足通。但是咱个叫做世界啊，唔是干那这样，咱个叫做最起码有六心通，叫做三明六通啊。讲天女通，这天女通啊，依然这娑婆世界讲啊，咱这耳的功德比目睭功德较大，叫《楞严经》安尼讲。你眼睛讲，咱这娑婆世界众生的目睭啊，有八百功德，啊，这耳啊有千二功德，这耳的功德比目睭的功德
加400公斤。啊，是安怎呢？咱这目睭啊，看前无看后，看左无看右，看上无看下，看近无看远，看内无看外。啊，一个界限内，咱看会到呢。啊，咱这肉眼啊，他都要写一个五眼记啊，天眼界会通，肉眼天眼通会界，肉眼界会通，法眼为观摄，慧眼了真空，慧眼如前日教于体幻动，圆明法界内无处不含容啊。那个叫做世界得到这天啊，五眼通，不是干那天干了哦。啊，这个耳呢，依咱这娑婆世界来讲，比目睭较好。你头前讲话冇听，后边的讲话难冇听见。正手边讲话听，倒手边讲话冇听见啦。楼顶的人讲话冇听，楼下的人讲话难冇听见。啊啊！轻轻讲，咱冇听；轻轻地说，伊若讲较大声，咱冇听见哦。虽然看未着人，唔过听声哦。啊，所以这耳啊，伊就发到听四方八达。所以讲功德啊，比目睭较济。啊，比目睭较济。所以啊，照楞严经讲，讲有千字功德，目睭叫800功德。啊。虽然是比目睭较通达，唔过冇一个界限，冇一个界限啊！正经远的咱嘛听未到啊，正经细声咱嘛听未到，正经大声嘛听未到。有的人讲，师傅，那大声听未到，那你硬真正啊，正经大声嘛听未到啊？咱讲到啥？几分贝呀？啊，人家在讲七个声，大声小声，伊讲我几分贝？啊，咱练习那经念个大声，人头顶会空气哦。啊，警察来起分贝机来测哦，看你练习有超过分贝无？超过就是扰乱啊，隔壁的安宁，就来测啊，无超过啊，啊，未超过。所以咱想细声，细个咱就应该听未到范围啦，咱就无听见。大声，大声个超过咱这耳的范围过，嘛无听见。我较早伫做新闻，中国新闻主任是要甲看新闻，看 U2 飞机。啊，有一种飞机名叫做 U2， 你知无？侦察机呀，啊。去甲美国买 U2 啊，这款飞机，这款飞机啊，专门在侦察的。这个飞机顶哦，有在条黑涂卡报纸的字，飞伫遐悬哦，3万公尺、4万、5万公尺遐悬，安尼一张报纸的字伫面顶翕起来。所以这款飞机性能足好，啊！这款飞机面顶安全，安尼穿啊，拍出去无声。因为这款侦察机啊，有时啊，迄个雷达测不出来，雷达无怎个测出来，有反雷达的设备啊。啊，来得安尼穿呢？怕出的你不听声，现在不听声，那个声大个超过咱耳所听的范围。哎，我哇哦，大家不可思议哦！哎，看一新闻在那笑，啊，所以咱这耳虽然有1200公斤，但是啊，无个这个界限，那就超过这个界限，咱赶快听不到。可以讲，咱啊正常的人，鬼啊！你跟咱讲话，咱听无啊。
但是呢，叫鬼定调的人，哎，又听鬼个咧解讲话，底下咧解讲东讲西又听见，啊，啊，咱无听见，所以啊，真正就是啊。咱若着天理通的人，得着天理通的人，较远的人讲的，咱拢有听见。美国的人咧讲啥话，咱就真无听见。所谓天理通啊，是干呐讲有听见尔，语言当中会通达，语言会通达咯。啊，美国人讲的咱听有，听起像咧讲台湾话安尼。啊，英国人讲咱嘛听有，德国人讲咱嘛听有。也不是跟人讲的听有哦，蠓仔和神狗遐讲的咱拢听有，这安尼才叫做天理通。西方世界众生讲啥话咱拢听有，啊，这回输去奥地利哦，去安尼讲经文听，啊，杨老师也要英语，伊也会，伊想讲要甲翻译文听，但是奥地利讲德国话。你个翻译英语嘛听无，哈、啊，我都爱请印尼尼的华侨起来翻译，那假使有印尼尼的人要听，啊，啊，假使咱啊得到天理通的人，啊，啥物话咱拢会晓讲，啊，所以佛啊，以音声说法咯，以音声语为说法。一切众生随类界得解，众生随类界得解，佛以一音声说法，啊，众生随类界得解。佛祖虽然用一种音声讲话给咱说法给咱听，但是一切众生无论多一类的，伊拢总会得解，啊。啊，咱去到极乐世界。咱就得到这天眼通、天理通，啊，这个天理通，啥物话众生讲的，咱拢总听有。无论远近，啊，无论啥物款类的众生在讲，咱拢听有。啊，所以啊，这样就是啊，叫做天理通。因为这天理通嘛是阿弥陀佛的观。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内底哦，啊，其中第七愿里头安尼发：先我得佛，国中天人，不得天人下之文，必成亦那由他，诸佛所，啊，诸佛啊，啊，那由他，诸佛所说，不是修持者不持正觉。啊，这要骨较高哦，啊，这有法度听到恰几只字哦，不切的，那由他诸佛所说的话，不但听到了哦，故拢啊啊，识修持哦，当中听了有法度来修持，唔像咱听过去无法度修持哦，听了有法度修持，啊。所以咱现在就是有这款功夫，哈、啊，所以就叫叫做天理通，啊，天理通。咱讲较紧的，哦，无讲未完。咱我来讲他心通，他心通啊，这他心通啊，就咱的心善。你怎样？啊，这人的心善啊，咱一清二楚。啊，有人感觉讲，你这足不可思议的，未讲在跟咱心想人都渣。啊，听伊讲，即把这国家啊，伊讲咱这心哦，有心魄。啊，有破产，我这心魄。啊，咱去家伙病房，甲咱斗个心魄是伫测咱这点心跳咧跳咧跳咧，
但是咱这个心啊，唔是迄粒心哦，唔是跳着跳着迄粒心哦，啊，唔是，零零角角这粒心，零零角角这粒心啊，无法度，就是呐，咱用现在话讲，无得可能切，切未出来，啊，所以咱的心咧想啥，这科学家又唔知。伊也加伊嘛唔知，啊！但正如汉个意象诶，咪拢知影哦。啊，迄神通，唔是像鬼神、像天人咧叫做业通，迄伊嘛知啦。但是界限真，知是知，业通就无多多众生无智慧，神通伊就发多。啊，刚才我看过一篇，啊，博士这，或者啥，博士这辩论啊，博士这辩论，一本书叫做《博士这辩论》，看在咱人世嘛在流通，啊，博士界辩论，这本书是向下，这本书就是一个博士下，这个、博士啊。英国人，哈、啊，到底什么名呢？这对啊，不是伯克莱，我看，美国这个伯克莱大学是不是啊？啊，那是伯克莱，美国有一间大学叫伯克莱大学。这个博士的名字，我也叫做伯克莱啊。这样，伊未学过以前啊，伊就研究这哲学。但是，伊阵啊理论啊，伊所提出来理论是唯物论，唯物论。而且呢，真少年，二三十岁就做博士啊，二十外岁啊，伫英国啊，足有名一个博士。而且博士呢，因为研究哲学，自己个暗追求这哲学咯。按这英国啊，有一个真好个所在，就是讲因今年啊，这博士界爱集做伙来辩论，无论多一款的博士当中会使来，物理学个博士啊，化学博士、医学博士。无论多一项个哲学博士，啥物博士拢会使的，集做伙安尼辩论，所以就叫做博士界辩论。这本书叫做《博士界辩论》，啊，一年举行一摆，啊，这个博士呢，伊就是为着要追求这哲学，有一天啊，伊就偷偷来印度。以上的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，哲学真发达啊，所以啊，一直讲来印度啊，印度是怎啊？啊，印度宗教真济啊，啊，婆罗门教什么教足济，啊，这教啊，而且我大家拢安尼学个真悬，其中伊就去研究了这佛教啊。啊，研究这佛教了啊，伊就一直追求，啊，人就一直解报，啊，报拄个山入，伊就一直吹，啊，落尾吹啊吹呢，吹到一个人，这人就吹伊个所在，这吹伊住个所在一个洞，一个洞，啊，还门用个石头封掉哩，啊。因为这人有神通，伊就将这个石头，安尼顶起就开去，啊开去就这个踹入去，那个石头那个红都顶。哎，讲真奇怪，这个洞啊，本来是乌天暗地洞啊，伫个山底里面讲嘛乌天暗地啊，门阁关掉了啊，啊，直直行愈光，啊，这光嘛唔知都带来，伊讲这光嘛唔知都带来。落尾啊，伊才甲伊讲，伊就是啊。迦摄尊者，
迦叶尊者，伊讲我就是迦叶尊者。啊，迦叶尊者阿未涅槃啊，克服了一半，佮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要交付弥勒菩萨。啊，这人就是有因缘，哈、啊，所以讲，迦叶尊者有神通，伊就甲印度一个动入啊。了后，伊才叫讲你爱去出家，爱去带这个呢，爱去缅甸金塔寺出家。后来为了去遐出家，出家了后，这个人这朴树正就错过，正就错过了后，伊就离开印度，等于因英国，等于英国是啦，哈、啊，伊就穿个出家衫，啊，英国人冇看到穿。唔好可能出家山，像我这回去奥地利，啊，因遐人，就是阮少林寺的呢，哈哈哈，啊，咱这少林寺可能伫世界著名的款，那阵呢，啥物人咧拍电影呀，就是阮的武艺真好的款，哈哈，啊，对阮那阵足恭敬，袂输要讲比武，安尼讲恁是少林寺的是吧？伊是经过，经过或者像因遐人讲的翻译，伊讲。啊，叫是阮少林寺的，啊，也去英国啊，也无出家人，啊，看这穿出家衫，后壁就对足侪囡仔，对潮流，你囡仔看这人穿安尼，也奇装异服啊，啊，后壁就直直对对规定囡仔，啊，伫个道路咧行，啊，伊讲啊，就是啊，英国这边举办这一年一摆的朴树界辩论，啊。啊！这道路咧，行是啦，伊较早拢无只车啊，啊，坐去买车，迄阵啊也无只汽车，啊，坐买车，啊，坐买车是啦，啊，在朴树啊，行到遐过时阵，我到这个人咧行，后边个人呢，对车坐，一个看嘛，这看见过去人，你感觉博客来博士，伊讲是啊，啊，你来请安呢？啊，有啊！你来穿啊！你啊，都老得行啊！那今仔日喏，特别举办这博士这辩论哦，哇！大家拢找你个呢，你呢这几年拢无看人，你走多去？哎，叫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我买车才坐。啊，叫去你个记者会，呀，两个在讲，还在讲个会场去。啊，个会场，哈、哦，伊变主角，因为大家几啊年拢无去看到伊啊，哈、啊，所以大家啊。咁问伊讲，我落去印度研究这铁盒啊，啊，阿伊在讲哦，我讲这印度哦，啊，这佛教情发展转转呢，因大家无爱信，无爱信，所以提足济问题出来问伊，伊一一来解答，所以这个名就叫做朴树界辩论。其中有一个就安尼讲，伊讲你讲这吼，我无爱信。伊讲你无爱信，啊，无爱信，你昨暗你做一个梦，你梦讲你听出来，啊，咱英国的多一条街，第几条街啊，转过第几条街，啊，你啊后啊转去第几条街，啊，你行才行到恁厝转去，啊，转的啊，已经天光啊，恁太太起来，啊，你甲恁太太打招呼，恁太太拢无睬你，你让你作受气。啊！了后，你入去个你个房间，你就醒起来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伊今日听着喘一条，啊！因为我这个梦我也无敢讲啊，你才知。伊讲是啊，这叫做贪心痛啊，啊！那叫贪心痛，你的创伤我知啊。啊！你讲无影无影，我才知。啊！你敢么讲给我听？伊讲，哟，安尼个有影哦。所以啊，这个朴树都提一个问题出来问的啊，伊一一解解答啊。所以讲真正啊，咱那这个烦恼无去了后，断烦恼的时阵啊，啊，咱这款贪心痛啊，就真好，可以讲阿弥陀的第八愿叫做贪心色的愿。啊，圣我得佛，各种天人不得见他心地，
下至地迫前亦那由他祝福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去增加啊！伊安怎讲呢？伊讲假使我若成佛，我极乐世界所有这人哦，最起码很多啊，那无法度知影，无法度啊，看到无法度知影，我这样最起码都知，八千亿那由他祝福国，一切这众生的心念，那无。最起码很多，那无知影，安尼是伊就歹幸福。所以今仔日阿弥陀幸福啦，咱去个极乐世界，咱都发到知影，八千亿那由他祝福国一切众生的心念。啊，这只有回观咱娑婆世界，这个五鬼畜生人恶修罗天，啊，其中叫做六凡的众生。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同世界有60多亿万的人，但是人跟人类，如果出生多，哇，那不知道要多少，反正跟狗那里不能60万亿的狗那里。我们说，啊，出生多，爸爸死我们不知道，几度也要过更多，地界也很多，天顶的天地也很多，但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都无量无边哦，护风光不轻易，那由他祝福个众生啊。所以咱个叫世界呢，一念间，咱隆重一知影，价值世界，价值众生一心念，咱隆重在。所以这款功夫，唔只是真正的功夫啊，啊。所以咱叫说，咱真正将这个能力，它导进十方的众生。因为十方众生的心量，咱会知，啊，咱去解有无量的智慧，咱就有法度度的。啊，所以咱伫遮，一丝仔功夫都无，要度人真正足有限的，哈。所以咱去解遐尼啊，一切神通拢自在，啊。所谓自在啊，就是无烦恼啊。咱烦恼无断啊，这叫做业通你的烦恼啊。所以咱学佛的人，他都啊第一日讲过，就讲未使啊，下低下贱，干那要欲神通，才能有神通了，变成欲，就要求神通。这神通唔是个求的。啊，神通嘛，唔是个学诶，神通是爱修行来的，修甲你断见思惑，你款才是叫做真正的神通。啊，讲到这，时间已经到啊，再做发你充满阿弥陀佛啊。